一百六十四太阳报麦贝儿签新公司首要揾到食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娱乐 c 零七昨日歌手麦贝儿 Carrie 为香港婚纱暨结婚用品博览二千零一十五首次行婚纱 show 显得有点紧张。他表示一直有洽谈新公司，因与旧东家曾发生合约纠纷，故今次希望慎重考虑。 再签公司会睇翻发展方向，同埋可唔可以维持到生计。